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2年了，七，7月2日啊，桃园国际机场，台北桃园国际机场，然后11:05从白色市，这个就是乐高，著名的乐高，然后有一行下、二行下、三行下，对啊，这展示图这样还蛮酷的，然后这边，哦，这边还有个班机，有看到吗？虽然很小，哇。你应该都看得到啊！哦，改时了，我来帮你们念一下：有国泰航空 CX407，然后福冈来的、东京来的、琉球、冲绳、宿务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河内、福冈、大阪、关西，哇！然后有我们飞出去的胡志明市、清迈、河内、仁川、釜山、新加坡、胡志明市、新加坡、宿务，对吧？都有长城、越南啊、中华啊。然后有新宇啊、国泰啊、中华、长荣的中华，然后就差不多这样。如果我目前看，然后这边蛮多吃的，但我还是去南机场观景台好了，因为我们看什么想要吃的。是吧？这边有，当然有便利商店，不是那么方便。好了，那就赶快去南观景台啊。那这边然后就拉面。哇，快餐！其实北观景台反而是小哎、欸，小小的。我们想说，应该会不太一样，对吧、啊？我等一下还要找一些，看到没有那个充电的地方。哦，还有Starbucks这边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人要来这边，有一架降落了，有一架降落哦，这架是什么？哇，你看到吗？有一架降落，飞机降落，哇，啊，是那个啦，我帮你们拆一下，等一下，因为这个一定要拆，然后我再拆，这架刚降落是那个啦。KL 大韩航空2249 KL 2249班次 KE 2249班次，有 Korea Air 大韩航空，有 PUS 机场 PUS 哦，京海国际机场，南韩的京海国际机场飞往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哦，在降落在那，然后是 A320一横300型喷射客机，然后有 HLC201飞机编号，在刚刚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降落，超感动。那我刚才走，然后11:08去耳机啊。那如果喜欢片，可以麻烦在我们多多点我们大地方。那各位再见，拜拜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样。看飞机这边有写。就那样，拜拜。11:08，然后这边有一些仙人掌的装饰，意象装置，对吧？他们还蛮厉害，真厉害。11:09去了，拜拜，再见。